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我今日咧就介绍 Bath and Body Works 嘅 candles， 即系香薰蜡烛。咁我就买咗呢两盎啦。咁佢咧就系、是、入呢、这个系日本 cherry 嘅味，呢、这个佢就话系清新，唔知改咩味。但我就多数都闻下先买嘅，唔会话一攞手上就买，因为啲味道我真系顶唔顺，好乸鼻，我觉得。咁呢只味有清新嘅。蓝浅蓝色的是海洋味，他说 Sea Islands 那些味道都挺香的，它里面就是这样的，是的，三个位啦。它就不会说有些，因为你有外面买一些多数都是一个头的，这个是三个头的，它就用得比较均匀一点，还有一定会用得晒一盎，它不会说晒，还有它有个这个盎是密实的，它就放进去呢，这样你每次用完这样扣回去呢就会全味啲啦，咁佢同埋會寫埋 Bath and Body Works 嘅，咁佢咧售價就22.5一個，咁有時特價咧就買一個第二個半價，或者買$30有兩個啊咁樣嘅，咁而家就22.5一個嘅，咁我都買，我係$30兩個嗰陣時買嘅，咁都覺得幾抵啊，同埋佢係加拿大呢邊有得買，但係佢好似係美國做嘅呢個，佢咁樣寫，我唔知睇唔睇到大家，係啦。咁嗰隻日本呢隻味都好香嘅，所以我就介紹大家呢兩隻味啦。呢兩隻味都係比較 hot， 即係多啲人買嘅。你會見到喺入邊咧，佢擺喺度咧，都會多啲人，即係比較少貨啲嘅兩個。咁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如果你哋有咩分享嘅，都可以留言俾我㗎。OK， 拜拜。